黄靖伦吗？拜托你帮我评车。你好，你好，谢谢。不需要执着停这个位置。嗯。啊，后面那边这么多位置，什么旺位？小姐，你还好吗？肚子好痛。我看你脸色不行哎。黄靖伦下通告后，准备开车走人。却被前方新手上路的驾驶给挡住了。看到这种停车技术，他会有什么反应呢？都会停车的，是你开得很烂。看看阿妈的开得比你好。经过百般折腾，我们请女生下车，主动请黄靖伦停车。此时他会帮忙吗？先生，先生可以帮我停车吗？我刚考驾照。哎，你是黄靖伦吗？拜托你帮我停车。你好，你好，谢谢。不需要执着停这个位置。嗯。啊，后面那边这么多位置，什么旺位？还行。谁谁凉？忙是帮了，但对这位女生的抱怨还真是不少嘞。谢谢谢谢，我请你喝咖啡好不好？不用了不用了，没关系，那我买咖啡给你喝。我们在下个通告地点安排了装病的正妹，黄靖伦还会这么赶时间吗？小姐，你还好吗？肚子好痛。我看你脸色不行哎。你不是该赶时间，怎么主动关心起正妹来嘞？要不然先到那边去休息好不好？可以走啊，我扶你过去，我扶你过去。谢谢。跟第一位女士差这么多，看来赶时间只是借口。你是不是想扶这位正妹回家嘞？哇，好现实哦，你怎么是？你怎么会这么不耐烦？对啊，他很奇怪啊。其实后面后面真的很多位置，他停在一个他自认的是旺位的地方，旺位卡在那边。对啊，然后开的这么烂，我是觉得那个。他的那个他是怎么过他的考试？还忧国忧民啊！我觉得这个教官的那个标准有点太低了。是第二位这样子在路边生病了你？哦，因为他穿的那衣服的颜色非常的显眼，没有办法不看到。哦，坐在那边旁边又没有人啊，经纪人也不在。可是你当时好心问一下，你不是赶时间吗？对，而且。对啊，什么？你赶时间，赶时间也要看到有人要帮忙，就要去帮一下。而且这么远，你哪里知道他是不是正妹，对不对？可是你，我从一很远的地方走过去，就已经看到他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是吗？对 对, 对，我表情出卖我。没有，是走过去刚好看到又是正妹，又有一点好，应该要帮忙了啊。好的，那你们觉得刚刚的黄靖伦在你们内心之中？会对他的形象大打折扣。像他刚才说，是因为看到人家，虽然我赶时间，但是看到人家需要帮忙，我还是会帮忙。可是刚才那个女生停车，她也需要帮忙啊。哦，不是不是，她是制造麻烦。哪里？她不是需要帮忙。你们说，你们都说女生开车有问题，我才觉得你们男生开车有问题。哪一点？哪一点？你们男生都喜欢耍帅啊，然后踩油门踩超大力的，然后刹车再踩超大力的。我们女生坐在旁边都会这样。这样子很不舒服。哎，你这样子很好。就是想要看这样子。你们都没有想过，就是要安全驾驶。是。所以你们男生才是三宝。哦，你讲到三宝，阿德对于三宝这个事情非常有想法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对三宝非常有想法。是。对，我不知道你们的驾照是用鸡腿换的还是？你在说什么？你想要？没有，其实我想要发表一下刚刚。靖伦这个事情啊，我觉得他这个事情他已经对那个第一个女生非常好哦，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不是男女哦，刚开车的如果是绿茶哦，不会停车，他下车找我应该揍他。对，他有揍。我们对女生已经有优待。哎，你对绿茶是纯想揍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我差点要揍下去，因为他说：“哎，你是黄靖伦吗？”出来了，这一句很重要，就不行的，对，不行，真不行，原本就不行，那认出来更不行，大方一点。哎，刚刚你会觉得刚刚那样，你会不耐烦？因为后面那位女生穿粉红色衣服，那个她是倒在路边，她是生病了，嗯，所以生病了你救援她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，是，嗯，但是你第一个她是就像她说，她是一个 trouble maker， OK OK， 她制造了一个麻烦，是是是，而且你知道吗？理当来说，她应该认知到说我。
我是这个状态的人，我应该有处理麻烦的能力。哦，可是他没有。嗯，而且是帮移车是一件蛮麻烦的事情，所以我觉得靖伦哥有个小小生气是合理。你会不会开车？我不会开车，主要是因为我买。那我跟你聊那么多干什么？买不起，也是穷，你知道吗？我穷。可是总是可以去学开车嘛？学过没有？目前还没有。没有，还没有。嗯，对对对对，还在骑摩托车啦。骑摩托车有驾照吗？有啊，驾照要花钱呢。啊，对啊，可是那没有骑摩托车，你考驾都不会太难，你不用去上驾训班啊。哦。嗯，那直线七秒，嗯，就过了。是是是。Okay. 很开心，这有什么好开心的？拿到驾照，我们聊一聊那种。哎呦，这个，这好像哎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啊，这个，哦，这个，哪有人这样睡觉的？这不行，好想，好想参与你年龄拍摄的滑雪。哎，哇哇，这水是热的吗？是热的，是热的。冷的热，哇哇，会。会会会，哇！这是在哪里？这个在高雄西子湾。哇塞，拍的是国外一样，哇，拍的像夏威夷，这比较像柏流。西子湾这么漂亮，因为刚好不能出国，就找场地找。哎，真厉害！我之前拍了一个我去泰国的 vlog， 然后跟我妈咪，然后妈咪就穿，对，然后我妈就穿比基尼，然后爆红，然后所以就是很多粉丝就说就是很喜欢我妈，然后我就把我妈妈拍进去。哦，因为今天二月是过年。对，就想要可以把它放在二月。好辣哦！哇，等于说提前见家长。对，提前见家长。我拍很多粉丝，大家都问我妈是不是单身。你妈身材也太好了吧？对啊。哇塞，不讲这个基因太强，这个基因太强。你看梁鹤群进入你妈那一页，身材真的。妈妈感觉很好聊哈，很亲切。对，亲切的长辈，对，厉害厉害。哇，这个就有一个妈妈的 VCR， 就是穿妈妈的，对，跟妈妈的。这是什么？小梁哥会开心吗？不是，我说怎么妈妈的也可以看一下，搞不好妈妈出来跟大家拜年呢、啊，也有可能嘛。恭喜恭喜，然后请看，是不是？来，我们看 VCR 下。跌倒了，你看，撞身，撞身，快点张中跳去救他！哇哇，妈妈也太年轻了，你们这个漂亮吗？太美了啦！统一的照片，有人说胸是整的，看看这个，哇，奇妙，那怎么乱说？小亮哥。小兰哥，你怎么看完？好像没有点落枕。你刚刚冲到荧幕前，妈妈很亲切，很活泼啊。对，妈妈，而且妈妈她超喜欢立冬的。啊？什么意思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叫女儿，直接有女儿了。哦。妈妈都一直跟我说，啊，立冬很好哎，很喜欢她哎，又帅又好笑。今年过年我们就一起，可以来拜年，带我回去见妈妈了。就是妈妈身材很好，但视力不好。好像是的哦。